阿罗扎金，欢迎来观看这个游戏叫做 Unfend。然后这段英文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连这有没有这个单字我都不知道。它是 itch.io 上面下载的小游戏，然后应该大概20分钟上下吧，应该是了。直接玩看看，算是一个诡异游戏吧。我进游戏的时候看它有注明说这不适合小孩子，然后会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的内容存在。这样，2005年6月20号，巴比特风格，不是巴比特，比特风格，格子风格这样。这游戏画面看起来很顺啊。空间感做的也不错啊，免费游戏啊，能做都是来自免费游戏。水晶什么东西可以发出奇异的光波动？需要充能。Flare 不要喝它 ，Flare 是什么？要做的事情：找到电池，帮植物浇水，找到种子。然后什么东西 flare， 让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啊？电池，需要电池，这好像需要很多根啊。来点 music， 这要道具，这要浇水，这需要种子。我不知道这游戏会不会很凶狠，很生猛。平心静气的玩，冷冷静静的享受游戏。刷小，给你一个椅子，给你一条绳子，意思就是跟你说，你可以去死一死了啦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去死一死了。这电池要几个啊？哦，杯子、电池、装水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钥匙箱哦，看一下，全部都先搜寻一次啦。有一扇门进不去啊。童子，那这间是啥角？角色不能跑。免费游戏出神作，这音乐好烂，关掉了。电池，电池，电池，哦，无尽能源的核心。那个红红那一个是什么？你们看得清楚吗？那个就是水晶，是不是？它上面好像会产生什么奇怪的能量波动，欸，那这是什么东西？小电锯。我必须放 player 浇水。种子 ，flare 啊，是不是这个齿轮油之类的，哦？漆粉、油粉、肥宅粉 ，flare， 哦，有了，哎，欸，这个种子，哎，欸。这要做什么奇妙的能量装置啊？按下去，然后我浇的是水吗？这个花怎么，这草怎么放出绿色能量啊？它是把叶绿素视觉化了，这样这种感觉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管它的，按下去就对了。它在对水晶做一些奇怪，哦哦哦哦。我是要开启异世界的传送门呐，啊，是不是？他，啊，这个鬼，哇！啊，手电筒可以用了。这是吃电吃过头了，所以直接跳电了。这样，异世界传送门刚好像开启了的感觉哦。游戏一开始并没有说我要干嘛，或者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些。玩下去才知道，这个吧，哦，保险丝，哇，这个保险丝怎么是用拉的，啊？还是说现在是已经核子弹炸过之后了？
哇，那个人物有点色彩好鲜明哦，妖梦之类的吗？还是悠悠子啊？悠悠子，开灯开灯。现在是核弹过后的世界啊，主角躲在啊，核弹过后世界对不对？主角躲在他家的车库避难所地下室这样，然后他说我有零件不见了，我听到客厅有吱吱吱的声音了。先让我把故事讲完。他说核弹过后的世界，主角躲在避难所，然后他是一个30年没有交过女朋友的肥宅。哎哎哎哎哎，然后他用他科学肥宅的力量，有没有？终于游出了一套理论。游出了一套装置，可以做出虚拟的女朋友，这样可以用水晶的力量从另外一个世界召唤出你要的完美的、听话的、绝对服从你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还穿着类似歌德服啊！啊，这么高兴的事情，为什么音乐变这么诡异啊？看他妈谁玩我的灯？嗯，啊，门开了，他关我的灯之后，我就不能开灯了。是什么？水管？零件？出去！啊干！被打脸了！哦，直接。DINE 时间，爱心，我实验成功了啦！外面是不是有声音啊？我实验成功了啦！我造出来的妖梦，他对我爱心，这样。靠北，我不是召唤出这个啊，这是什么？我召唤出了鬼水怪谈，那什么啊？阴灵哦！什么东西啊？开门啊，怎么出不去？这边好毛哦，什么怪声？你看，这空间那么小，那个环绕音效是在我后面前后左右这样，别，我的声音。够了、哦、啊！门开了，我需要再去搬一次保险丝吗？不行啊，现在都交由神来决定了就对了，电源都没办法控制了，肥宅的命运就交给未知的天神。这边怎么还是出不去啊？这什么门啊？这门到底是用来干啥小的？等等。哦，对，我还有一个道具啊，这边缺的啦。电线连上，就啥小？我在这里，我会还你。我会回来你身边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要找回回复能量，回复电源、电线、核心模组、电池、水晶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什么东西记不记得啊？它不是我刚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吗 ？Battery， 东西卡。干，这游戏这小小的，对不对？画质没有说特别好，但是怎么毛毛的、啊？真的有点毛毛的呢。刚刚是不是在窗子啊？我站在这边干嘛 ？Battery。没东西了。那是心脏吗？刚刚电视。
这谁啊？这不是刚刚那个女的呢？她穿的衣服不一样嘞。我是召唤出了另外一个东西了，是不是？倒反过来嘞。妈的，谁玩我家的水龙头？哦，他在外面啊。我是不是因为违反了超自然法则，对不对？我制造出了妖梦，但是也把另外一种生物带来了我的世界，这样等于是开启了 一扇通道，一条通道这样啊。这个解释合不合理？够不够合理？这样你们接不接受？这样猴母猴？你他妈在玩我灯，我要拿手电筒敲他，我跟你讲。该请师傅来抓漏了。Remember， 你还记得吗？你还 remember 吗？我家里怎么飘起树叶啦？哎，这特效做的不错啊！它虽然是用那种 beat 画面，对不对？哎，很酷哎！特效真有趣啊！他妈的，我就是想开保险丝，真的就不能开了，一切交由游戏决定了。这样，他一直好像一直在提醒我说要 remember 他，或者我 remember 了、啊，我超 remember 的，手电筒会自动修收。那这幅画是哪里啊？开门，那还是出不去、欸。很执着，我超执着的，就是想从那边出去。电池啊、哦，历经了一堆事件之后，电池有了。到底还是会开门啊啊啊啊！抓到了，丢了哦。我是阿妮塔，阿妮塔是女的名字还是男的名字啊？肥宅核心再度启动。需要什么模组吗？模组跟水晶。这游戏是属于像 RPG。什么东西没看到，像 RPG 触发事件一样。哎，这不是那个女的吗？可是这个好像有奶子哎，这好像也是个女的呢？还是说是长大之后啊？搞不太懂哎，我到底是召唤出了什么东西？它好高哦！怎么了？我们灯冰箱在蹦蹦叫、欸，哎，做好准备。哦，就是这个就是他游戏开始警告说不舒服的地方啊，不适合小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心脏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刚刚那个比较高的那个又是谁啊？长大后的女孩吗？啊，这样这个剧情表现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完全不懂啊？把心脏留在里面又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他一直问我说记不记得他又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一直总觉得很扑朔迷离啊？我干，大小，我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拿到啊？我要死了是不是？流汁了，爱你，爱谁啊？爱我吗？还是说那个女的
我召唤出那个女的没错吗？同时的召唤出了长大后的她、哦，还是说那个长大后她是跟我在一起的回忆啊？这游戏好难理解哦。要不然就是那个女的长大之后跟我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我。你是谁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告诉我你是谁。我是那个你在学校中一直无视的女孩。在学校，我已经在你身边七年了。你想我从我那边得到什么？你完全不记得我了吗？完全不记得。当时还有新闻报道上面头条写我们关于我们的事。他不读报纸。他说他一直梦，一直希望我能够注意他、哦，多花点精神在他身上。他想、哦，哇，这个，哎，那个女的不会很恐怖吗？那个魔族其实还好像还有点很有趣的感觉。啊，我死了，对不对？这游戏是不是 ending？ 没有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、欸，不是说直接被他吸个精尽人亡之类的，没有啊。啊，现在又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我一个肥宅，好不容易终于用我的肥宅力游出了一个女朋友，啊，现在又消失了，啊，我直接去死一死算了啦，好不好？我直接去死一死算了啦，我就把这个绳子椅子对不对放中间，然后就死给他看啦，这样子啊，就再见再见再见，我不做了这样。然后刚刚讲到那个女的说我之前就有遇过她呢，她说她在我身边已经七年了，我是不是可以稍微脑补一下，就是说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女的对不对，的确是跟我交往了很久，可能发生什么意外，我可能把她杀掉了，或者她是死掉了。他把心脏留在冰箱里面，代表说是什么意思啊？可能是我杀掉他，或者是我把他杀掉做实验，还是怎么样？反正他就是死掉了啦。然后那个小女孩对不对？可能就是这个比较高的女孩的前身吧，七年前的小女孩啦，七年前的她啦。所以他才问我不记得，记不记得这样。我这样讲，你们能不能够了解？你们一定也不了解，对不对？我以为有巧克力没有？我制造出一个机器，想要复活自己的女朋友，结果却把她小时候的形体召唤来了。但是很奇妙的是，她小时候的形体拥有着她长大后的记忆，所以她问我说：“你记不记得她？”这样。有没有道理？啊，这是魔主，我家浴室超脏哎！干，每次都要用脸接门，要被打脸几百次啊！哇，开不开？啊？啊是啊。好毛哦，这边，还是要上小开门上干，毛骨悚然中。是不是什么东西没有解了？妈的，我再试一次保险丝，我就是不相信。好，开门了，开门了。我觉得我刚刚推理剧情好像还蛮说得通的哦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要不要也自己来推理一段？我在这边，我会回到你身边，你会回到我身边吗？要怎么回到你身边？去死！但这收音机好吵，果然是要去死。模子装上去了吗？我还差什么？水晶。画面怎么变那么黑啊？你以为我忘了吗？
凶杀的成分又提高了，我一定是杀了他。我一定是杀了他，然后后悔了，想要把女朋友复活，结果没想到他还记得我对他做的事情。这一切都是因果报应，这一切都是后悔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失踪 ，Crystal， 以少女作为原料。哎，我怎么一直在乱撸啊？嗯，以少女作为原料的炼金系统，把自己老婆杀了，然后把自己老婆榨成汁，然后放进系统中，召唤出她年轻时候的样子，什么道理？可以按下去了，我不要再废话了，我真的要去死了，我要走进世界的另外一端。大家再见，肥宅吃干，不配合一下、哦？干他妈又断线了、啊，怎么那么烂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自动启动了，我要去另外一个世界找我老婆了。肥宅此生无悔，是这样进行没错吧？啊，我不能动嘞、欸，哎、啊，真的要进来、欸，这真的是成啊，到另外一个世界了，蓝天白云。哇！我原本想说该结束的地方都没有结束、欸，哎，就他就一直演下去、欸。这游戏可以拿来卖了吧？卖个40块、50块。1996年，还是1999年？6月20号，我回到过去了。游戏一进来是几年？2005吗？反正我就是回到了过去了。好漂亮哦！我造那个机器是为了回到过去，弥补错误，或者是逃离自己的罪恶感，想要改变事实，那个才是我真正制造机器的目的。叮咚！哦哦，我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 ？Hello！ 没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了，没了。对啦，我懂了。故事我觉得好像还 OK 啦，而且有玩起来还不错哎、欸。该毛的地方还是很毛，很有趣。我做那个机器对不对？就是为了回到过去，想要重新再来一遍这样。我不知道我在2000年的时候做过什么事情，不管是杀了那个女的，还是说她离开我，或者是她意外死亡，或者是。难产死去，不管了，随便了，不关我的事情了。我就是用我的肥宅力量游出了一台时光机，然后回到大概10年前，跟那个女的再度相遇。这次我就会下定决心说，我不会再做错事情了，我会跟她好好过下去这样子。可是哦，这让我觉得哦，你曾经做过某件坏事的人，然后你想要回心转意，比如说浪子回头之类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个太难了。他在10年后说不定又会杀了那个女的，然后再去做一台机器，变成一个无限的轮回这样。而且那个时光机器你做出来的时候，长大后的那个女生一直出现在他房子那边徘徊，可能就是一个罪恶感在作祟吧，或者是真的变成鬼魂的在作祟也不一定。不错啦，故事不要想得太复杂啦，这个故事。看看你们觉得怎么样了，好不好？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啦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然后看看那个故事写在那留言下面，然后我看一下，这样好不好？然后这游戏就在这边没有了，短短的，免费的 ，HIO 下载的还不错。然后近期对不对？我再去找找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玩。啊，这个游戏我玩啦，先关掉吧，下次再玩别的游戏，这样好不好？